底就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大概都会固定给它调到底，这样我的高度我就解决了，高度就解决了。哦，那当然每个地理坐标都不太一样，好像我这边是可能是 24.9， 好像这里它可能是 24.56 嘛，哦，大概是 24.9 多嘛，哦 ，24.9 多，那你当然这边就稍微给它改成。调到24.9多。